前辈，咱们就是说已经到新疆了。来新疆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之一就是吃。我真的非常喜欢吃抓饭，我以至于我在家里的时候也很想吃抓饭，就疯狂想吃抓饭。奈何我对抓饭的味道有点忘记了，自己没办法做出来。可不，现在已经到新疆了嘛，我第一时间去找一家抓饭店。我在点评网上上面看到了这家抓饭店，看着很豪华，又是羊腿，又是羊排的，就是这一家了。太好了，房子太小，包间都小。我们待会儿是拿到房车里面去。嗯。给我吗？你要吗？我点的是一个特色的抓饭，75块钱的，拿两个。好，走，我们到房车里。人好多啊，他们都是好多人，好多人。他们都是七八个、七八个、十几个这样子来的。我拿到房车里去吧。哎呀，我没有拿筷子，我自己弄筷子，他有叉子。我看这里有什么时候掉下来。看我的特色抓饭，还是在房车里安安静静的吃吧。哇，人真的好多，还好来早了一点点，不然的话连我这个房车停的位置都已经没有了。对，他的门口全部车堵死了。我来之前房车已经开了3圈了，才找到停车位。现在真的是旅游旺季啊，就是人很多，饭倒是不是特别多，但是看看看，哇，这个我吃过了以前啊，但是放在抓饭里面没有吃过，人实在太多了，都是要那拼桌的。我尝一口，米饭是偏硬的，米饭很油润，胡萝卜是甜的。新疆抓饭，米饭是有一点半生不熟的，有些地方吃到是这样子的，有些地方吃到是全熟的，也是软的，但我都挺爱吃的。好软，这个羊腱子好好吃，好软，就那个筋啊，软了，小温，糊嘴了，黏了，这绝对是肉吃饱的，不是饭吃饱的，饭不多。有些人不喜欢吃新疆抓饭，就会觉得这个饭有点硬，或者是半生不熟的。但是你像西班牙海鲜饭，那个饭也是半生不熟的，但是我都挺爱吃的。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子的吧，就是这样子，传统就是这样子吧。我之前去那个土耳其，其实他们的那个米饭也是半生不熟的，一开始吃不惯，吃吃嘛也就好了。这个羊腱子真的好好吃，这个饭就是每一颗都裹满了这个羊油了，很油润。这个是什么？羊蝎子啊，羊脊骨啊，你看像不像 glut？ glut 像啊，对，真的好像啊，这个脸，你到时候配一张图。这个有一点咸，这个比这个咸。这块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你们先。这块是什么？像是羊腩肉，下面那个牛肉。就是一块肉，两边包着皮。对啊，之类的。羊腩。其实哦，它这个要是米饭多一点，够两个人吃了已经。很好吃。米饭多一点真够两个人吃的，不然的话可能两个人不够，因为饭太少了。饭太少了，对。一个人吃嘛，肉有点过剩。尝一口小菜，解腻的小菜。我来吃一口尝尝看啊，我少吃一点，因为我待会儿要去吃拌面。
嗯，很香，这个也是有点咸的，是有点咸的，但我不知道这一块肉到底叫什么，可能就是羊腩肉吧，就是牛腩的那个部分嘛，嗯，就是有点肚子上的那个，嗯，你直接啃吗？用什么刀叉啊？我不想把手弄脏。这根筋很软，软到啊，我用手拿的时候很粘手。嗯，这根是筋。哇，这么软。嗯。好糯，这个。我说这个羊腱子真的很好吃，嗯，很香。这个羊腱子好吃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羊腱子，它是炖的嘛。之前我们吃的都是烤的，烤的太硬了，这个炖了，它就挺软的。我在家的羊腱子可以来尝试一下。哦，这个有没有可能是羊脖子？我不知道呀，就是，哦，米饭实在太少了，我越吃越饿了，这样子我待会儿可能都熬不到拌面店了。它里面都是要拼桌的，不管包厢还是外面那种小桌，嗯，人家都是七八个一起，然后十几个一起，他说有没有这大的包厢？对，游客和本地人都很多，你看像很多，就他们那个维族的掌上的人很多是吧？对啊，还有当地的，你看协警还是警察也来这里吃啊。我多吃一点，你，我待会儿拌面我分你。拌面我也要吃的呀。拌面难道我不尝了？嗯，那我就可以多吃一点。羊腱子肉给我留一点。这样的做饭真的推荐大家来尝一尝。如果来哈密的话，味道很 OK， 一定要点这个羊腱子。但是我觉得，跟我之前吃的那个抓饭来说啊，嗯，他这家的米饭甜味稍微少一点。哦，米饭没办法跟那个哈密那家比，我觉得，不是哈密，是那个哈什那家，不够甜，嗯。其实，抓饭是会有一点点甜的。是啊，胡萝卜嘛。嗯。哇，这羊腱子真好吃，我觉得不吃抓饭，买个羊腱子也好吃。对。我都想打包了，但是我们冰箱里吃的实在太多了。嗯，我们之前在那个哈密那个喀什吃的那家，就是你不吃那些羊肉，你光吃这个米饭，就是这个抓饭就好甜，好好吃啊。嗯，而且它是免费加饭的。这家应该也是吧？这家是属于肉是主角，好黏嘴呀，嗯。这家叫库尔班江抓饭，我片头的时候应该拍到了，但是叫这个名字有好多的呀。你中间骨头让我啃，那这一碗是啃真的骨头。你这个地方你要啃吗？你啃吧， 我帮你啃。你不是最爱这个地方吗？嗯，鸡脚这边还有什么地方最爱这个地方？Groot 这叫 Groot。 Groot 就那个树人，银河护卫队里面那个树人。嗯，香吧。嗯，饭有点少，确实有点少。它这个根部筋的位置还是有点咸，但还是很好吃。狗见到都要摇摇头，我跟你说。现在把盘子去还掉，顺便问一下这个羊戒指能不能单买。我怕错过了，下次就很难找到这么好吃的。五六位的碗做了。那个盘子还给你们，另外那个羊戒指能不能单独买一个？可以的。我拿一个羊戒指。扩建很精致。啊，做的还是
我之前吃的这个是前的还是后的？后的，后的是吧？那就后腱子。对。